来圣宫今日下晡是要跟米娅见面。老弟，那咱要不上台来公司？哦，你先去报应，麻烦你。你好，我代志我先出去啊。咱不是讲要甲厝里的窗帘拢换掉，奶奶，咱房间啊，搁有客厅的灰色，你来决定。等我暗时回来再算了。咱赶紧甲设计师讲啦，伊等咱真久呢。你决定就好啦，你的眼光比我较好。不如咱今嘛就去房间看麦，看你较介意多几种色。梅红，你是安怎样？我无代志啊，歹势，你的手机啊？梅红，你们都有无爽快？来，先坐。到底是安怎？不是讲愿意当我讲出实话，你哪到这样外面来啊？还是讲伊调查出真相，知影我替高总裁含含分养母，对我有怨恨，无想要跟我有交差。瞬息不读不回，应该是不来。请我已经走了，拢是我会担心久，到底是要甲讲什么？司机先生，你伫看我，敢是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来看后边的车啦。啊，不过我哪会感觉你淡薄仔明显，咱敢有奇怪？不是我。那个司机呢？已经离开啦。我有叫警察把伊的资料调出来看，看敢是有啥物案底。你若无，是安怎你还袂亲自过来？伊就走到无看人。我嘛感觉那个司机无啥物正常，自我驾车，伊就一直用后照镜甲我观察。我感觉伊敢若足明显。伊观察你？是安怎？我嘛唔知，我才拄仔问伊，就出车祸啊！王警，这是司机李志远的资料。啊，多谢。二十八年前，你捌开车弄过人，而且弄到的人，阁是你，那真拄好啊！就是我甲信强约好要去找伊的迄天，那安尼，伊看到我这么紧张，敢会是因为这件代志？静雯，真实嘞，今日你一定等我真久。不要紧，主当所长事业做这么大，行袂开脚嘛是正常的。不是，
我当要去，也毋过雷锋雄雄昏倒，佮我手机摔歹，所以我就无多敲电话佮你联络。后来我挂过去，也毋过你已经无伫遐。昏倒，但你拄仔好。说啥去？我听嘛，就安尼。有时候我甲信刚坦白一切，信刚忙心想要帮助我，啊，不过孙雷锋就亲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随时会甲我崩到脆骨骨。查某人怨妒的心伤过恐怖，我是先莫甲信刚讲，较免连累着信海。好佳哉，我的伤不是伤过严重，啊，不过竟然发生的代志实在伤过巧合。同一个司机，同款要去赴信公的约，同款的画面。虽然过28年啊，不过李志远讲遐的话，嘛伤过奇怪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伊的意思到底是啥？洪小姐，是嘞，当年我真正不是条工，要开车把你弄的。我嘛是受到命令，才会安尼做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正是不得已的。命令？啥个命令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是？我李志远啊，伊载恁兜的司机。我无识识你，你认唔着人啊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这足重要的。当年我开车撞到迄个查某，唔知为虾米会知影阮兜的地址，而且一直咧丢对脚卡在发生的代志。你在讲啥？我听无。大小姐，迄个查某看起来足晚婚的，而且伊佫讲绝对袂帮咱耍，我是好心来甲你提醒的。你想要提醒我啥？当年的车祸，警察已经有意外的结案，伊摕到赔偿金，你嘛摕到你应该得到的。这个代志已经结束了，伊阁想要创啥？而且你拄则讲，伊袂放咱线，什么意思？伊若是唔甘愿，当年开车的人是你，伊买车的人嘛应该是你。还是讲，你甲伊讲过啥？你想要个代志，煞对我遮来吗？大小姐，我啥物拢无讲，但是。功劳是我，懂你，明明是你。你点屁！你爱怎样哦？懂你开车的人是你，你免想要推卸责任。大小姐，这20几年来，我唔知道你是安怎过的，但是我逐天拢过了足痛苦的，而且，佫常常做噩梦，敢讲你拢袂安尼？当年开车弄到人的是你，我现在要良心办。而且这件代志跟我完全无关系。你若想要提这来威胁我，提到好处，我绝对无可能帮你说。咱是不是应该把话讲好清楚？当年的车祸是我的司机自己无细理，跟我完全无关系。跟你无关系？开车。
开车。我学了够有心，你当年就是安尼甲李志远讲的。我已经知影真相，恰好不是意外，就是你这恶毒十万人阴谋。你莫听伊胡白讲，伊是惊你报复，伊想要推卸责任，才无路话的。你搁无愿意承认，也是爱我另外找一个人过来，请伊来判断谁讲的话才是真的。你要找啥？林安、周信强。我承认，我当年我做唔对代志啊，啊，不过我唔是条件要伤害你的，我迄个时阵，敢若想要甲你吓惊一个尔，我想袂到我的司机无控制好势，直接甲你弄落啊！我爱你离开信强，甲信强还我。我若是要离开信强，当年我先做要做这种代志。咪啊，信强是我的，伊是我阿婶。别介绍。你已经逃走二十八年，你早就应该给他幸福啊！拢是因为你的自私，害我的人生变掉。我真正不是超工的。我头一天上班，不晓饮酒，去有人给破酒。人客太太来店面闹。生我十个嘴火，坐落来，人客啉酒醉，抓我的头毛，把我拍到规身躯拢是伤。这就是我过去二十几年来的人生，你不能应该把性交还给我，把我的人生也还给我。你啊，我请你原谅，我请你原谅。虽然我现在是百灵会馆的头家娘，又该安怎？我也是让大家看不起。我游玩和你跟林素爱无聊糟蹋我，连信强都认为我是一个爱喜花，甘愿留在这陪酒陪唱嘛，不愿意离开。其实这二十几年来，我大家拢想要离开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我无法度。真正知影我做唔对，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我拜托你原谅我。你免假啊，卖在我面头前搬戏。那是鬼，过去二十八年的恩怨，就会当还好清。啊，你无法甲你开，你来怪我过去的人生。你就是爱我去死就对。好，那安尼我即马就出去学车咯。我用我的命行你，我用我的命来换你过去后悔条人生。你要死，嘛爱等真相公开了后，你才去死才有意义。我过去二十几年这么痛苦的生活，若是让你这么简单就去死，你不是赚到？出去！我无想要看到你，赶出去！